Glass 昨天已经承认他是我的逆子了，昨天我跟他有一番深入的交流。Glass 跟我拜把子了，在你那个承认之前 Glass 是两面三刀啊，他一边跟你拜把一边跟我这接呀。这种东西你跟他这个东西没有证据的，叫我们这个有视频为证我们这个有聊天记录为证，你看给我看看，我跟 Glass 有聊天记录，你要发一堆语音在那，你赶紧上线。喂，喂，嗯，换了换耳机了。逆子，休要多言。我操，你现在看见我们没有你是怎么吃的鸡？李浩宇就玩的厉害啊，李浩宇强无敌啊，跟他带谁没关系。没有，主要那把那天李浩宇那天也有李浩宇好吗？你把他打死了。不，你知道我们吃鸡，他没活着就没办法。我们吃鸡那把主要是李浩宇提前把冯鹏打死了。你看，当李浩宇把冯鹏打死的时候，就肯定能吃鸡。就冯云鹏跟那人站重叠了，李浩宇就无差别攻击，哒哒哒哒，俩人全死了。李浩宇又用了单用机枪嘛？嗯，对。就所以说，我们就总结出来这个吃鸡的条件：第一，有李浩宇；第二，冯云鹏得死。但是差别就是冯云鹏当时趴地上，那个人站着，然后李浩宇一起扫。那李浩宇肯定是故意的，我觉得是故意的。没有，那天你那天你跟李浩宇跳窗户的时候，那会儿我也死了，然后你就把李浩宇打死了。对，但是李浩宇得活着呀，你让他活着。那你死他怎么活着？傻了，说明李浩宇屁股后没长眼。就好像你这个你是个娃儿没皮样的，你这个好像是，你这话就好像是，哎，我们吃鸡了，我们就吃鸡了。对呀，那可不嘛，那不然呢？就是我们吃鸡了，就是我们没吃鸡，这个哲学问题了，这是。嗯，到底吃是不是不 make sense 了？投出一个假设来，投出一个，然后你再否定。快点上啊！好像你在没吃鸡之前，吃鸡和不吃鸡呈现一个叠加状态。嗯、只有我们在吃鸡的那一瞬间，我们才知道到底吃没吃鸡。两条纠缠的线才分开。这叫薛定谔冯云鹏的鸡。冯云鹏的鸡蝶回归问题。Fantastic Cassie 就问我几个人，要不我不跟古龙玩。Fantastic Cassie， 你们谁 ？Fantastic Cassie 是一个妹子，她妹子对，就跟妹子玩，就不跟玉龙玩。妹子就贼次，李金斗的没有，我这 EP3 这视频 EP3 不得有个妹子。操，那你说今天谁是妹子？今天 George 是妹子，好不好？今天 George 是妹子。来，今天 George 就你有伴儿，你也是妹子。不是啊，咱们一直有妹子 ，baby 小人啊。跳！女装大佬 ，baby 小人的腿毛比我的头发还长，怎么能是个妹子？那你头发够短的，腿毛为什么就不能比你？对呀、啊，人家只不过是不刮而已。你们都好什么都，你们怎么都好这？人家只不过是刮了而已，小人只不过还是没刮而已。小人只不过用了生发素在上面。哎，我怎么跳到这儿了？我这有点远、啊。反正就趴了一个人，一个人、没有，他们去转头去那个岛了，城里没人。我找到了一个 gay 肉车。不，这个人跟我在一起，他在这儿螺旋升天呢。他们两个人，他们俩好像想回头去上岛，要不？哦，他就在小儿旁边啊，小儿小心。他们还哦，我要死了，我靠！你不会死的，我来救你了，小人。我要死了，妹子，怎么死的？他们两个人就落地以后就在那儿摸东西。我有有一个人，哎操，有一个人追着我。
往我这跑，我操！他没有选择枪，这个人为什么要追着我跑？没有枪，他们两个人在追着我跑。那个人回头，我不知道去哪儿。那人得捡枪去了呀！我操，这也死了，两个人都死了。哎，他队友呢？这没有，这也是倒的。他还有的，还有人啊。他们四个人，肯定那几个人上倒了。反正我刚才后头只有俩。我操，这是谁的玻璃？我。谢谢 Glass 救我狗命。Glass 对妹子一向都是这样的。Glass 这人可有意思，没人性。我怎么就没人性？Glass 这人可以有人性，不就认了你个逆子吗？Glass 就可野性了。Glass 就有一个野性之心。那先是从野性成长变成野性之心的时候。从成长。那我这骑手有点好啊。Well, 天胡得天胡了呀。你给天胡，你 innovation 你就是。怎么是 innovation？ 骑手不就得 innovation 自己。当然不是 innovation 吗？ innovation 的话那是是吕布啊！我操！感觉就凉了，他们挂满了白蛮楼的尸体啊！我操！于边老师，那你得问冯云鹏啊，谁腿快？没腿拉洋车，然后比谁还都高，然后还贼。赚双份的钱。你说什么东西？你没听过郭德纲高峰于谦八马褂？听过，听过，想起来了。玉龙天天就说话云山雾绕，云山雾绕，遮脸不遮腿。玉龙不是没腿。对，没腿拉洋车呀。对啊，劳动人民也能发家致富。我操，谁在开上那么狠的车？我呀，我就是那么狠的一个人。妞妞就是个狼人，啊，就是个那么狼的一个人。那你听过《狼的诱惑》吗？我听过《饿狼传说》。嗯哼 ，Will not get hurt。噔噔噔噔噔，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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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，又下来。我感觉我们就特别有天分，我们应该做一个综艺节目。遮腿不遮脸。没腿也能拉洋车，男人也能生孩子，没腿也能拉洋车。那，哦，风轰炸区有人，咱俩去吗？走啊！我有吗？我不知道，有人来过了。那个小公共，你们有人开走了吗？没人开走，我接你们，我接你们来吧。哦，应该有车，那走啊！上楼车吧，哥。就那轰炸的，哎，上面有人，这个。上楼左边这个屋里面能打他，他要出来，他要出来，我得去救人去救人，救人，救的就是独狼，杀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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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独狼独狼，你妈放一个红点在那勾引我，你就被一个红点给勾引了，红点勾引了，谁他妈气死，那怎么办嘛，穷啊。那么的汉子，哦，你要进仓吗？叫我女王，我也没有摸呀。他们车怎么就？那前面那房子怎么样？可以啊，这回你先上去。我头盔刚才为了救你都好啊，你要被撞死了。这太陡，你看可以这样走。妈，我操！小人，你看啊，你
没有玩出来。这可以这样走。来来来，快救他！啊，救不了你们下来！我快了，我第二次死了，太荡了！而且跟你说会被撞死。我觉得黄云鹏要第三次倒。我的妈呀，这是发了呀！好我的一粒好雨，在你的身上一遍，给你小皮鞭，给你的小皮鞭，给你的小皮鞭。小皮鞭，你小皮鞭，走吧，马季。马季是什么鬼？你就是马季。那你是马东了，这么说。个法。我怎么没看见？脸上就是有人。哦，我看见了。我、哦、操你妈的！我操，谁的？啊！电动牙刷响。有人啊，有人，嗯，远点近点，没看，离我特别近，小人脸上，啊、他队友应该在靶场，我跳，那直接包过去把那人干了，对面没开门，先进绿仓搜吧，啊，他应该跑了，就后门都开着呢，啊，操了，哪儿呢？哎，那个，来。小孩在你那边围墙外面。哎，好哎，你们搜中间吧，我搜四周了。这就干汤帮了，四周围都是我的了。不，四周围是我的，你不要跟我抢。是我的。最喜欢外围了。我操，我也喜欢外围，怎么办？那咱俩不得去找外围去？那我来前头，你来后头。我操。那可以，你这不就让我爽了吗？嗯，没想到你是喜欢这一口，嗯，喜欢前头，前凸后翘。好，那咱俩不得在中间见？我操，你真恶心！我操，你俩有那么厉害吗？一步到位！操，我们俩相当厉害了。他们那。一步到不了，他是个假的哟。一步到不了位，顶多就到个十二指长。十二指长也可以。那我直接去鱼村了。原来你喜欢这种打鱼的女子。嗯，操，贼朴实。小人就喜欢那个。小人喜欢的就是鱼，什么什么打鱼的鱼。那个喜欢那种没有腿。起来就行了，拿鱼漂那样，他来用。我以前特别不喜欢那个 SKS， 但现在 SKS 就是我最远击杀的枪。所以你就喜欢 SKS？ 真的傻逼。你有什么资格喜欢？你问 SKS 乐不乐意了？等下就让你知道我有什么资格喜欢 SKS。你让我知道，你就不怕我一枪给你干了？这个枪是谁呀？黄云鹏，他肯定要打我。我就戳中了他内心的那个，我这儿有 M4， 有两把 M4， 要 M4 什么玩意儿？你问过 Glass？ 你看 Glass 理你 ，Glass 已经朝这跑过来了，你看，Glass 都要跑到了，好吗？你看他理你，你这样就是瞧不起你的啊父亲了。怎么就变成他父亲了？弄明白，格拉斯就是他的父亲。不，你这个辈儿乱了呀！我这辈儿没乱，反正就怎么着都行。但是我就是最大的这个，你知道骗我有什么后果？嗯，
骗我就没什么好。走吧。我操，要走打牌男了，贼兴奋了。走啊，干牌男的人家。嗯，干男牌的人。干你干男牌，我干男牌。那行，我干男牌。你们都这么您这么莽的吗？我操！真男人只干男人。都只有娘炮才干女人。来嘛 ，George， 真男人了。George 就干牛排去。来一个，就是那种生的那种一成熟的。我以为就来那种活生生的。李金斗这个飞机跳的早啊！看比赛，看比赛。哎呀，妈个鸡，烦死了！哦，有一个人，小红衣服的哈，跟穿的跟李金斗一样。哎，我闪开慢了哈。一个，哇 ，S 成一堆人 ，S 成 ，S 成，我操！我的发 ，S 成 ，S 成这周怎么开过？人就过了。哎，操你妈！What the fuck？ 跟你对着人在哪儿？在我脸。No， 李金斗。没有枪，只有一把手枪。哎呀！哎呀！我操！这个人杀了我们一队。我们又被杀了了。你一上来被人杀了的时候还是少，不少了。这张图今天已经百分之百被人杀了。没有，那个是俩人，那一把头一把是俩人。你跟杀了没什么区别啊？那是 double 啊，不是杀了。杀了就得 exactly 是一个人。他们俩就合二为一了嘛，就前面那人趴着，后面那人站着，就老汉推车的姿势，就把他们全打死了。那姿势有点厉害。嗯，刚才我从那个墙翻过去的时候，看俩人就是那个姿势在打。对不对？蹲下还是你快蹲下？你蹲下，对对对，就是这个姿势，就是这姿势。刚才，刚才你们就被这个姿势给打。去哪儿 ？Rose 吗？西湖美景儿，应有黑。你们小心啊，他可能去下楼了。哎，在这门后面。啊！哎，我操！哎呀，你们怎么 Q？ 哎呀，哎呀，只有疼的是拉屎去了。我看的时候就一个边儿，冯云鹏就去，整个就去拉屎，整个都去拉屎。嗯，那他就要进入死循环了，你快给他拉出来！谢谢。就是他不管吃饭还是拉屎，总会进入一个死循环。对啊，只要干一件事儿就不行，就 loop 了。对，你得给他从死循环里拉出来。哦，我不能给他从死循环里拉。这个死循环有一个医学名词叫什么来着？直接 loop， 摩比斯环。必须得写一个 if not statement 才能让他出来。你又扭没进了，玉龙呢？啊！我的房子用的就陷了，为什么？我的房子，我怎么知道？哎，你进来了，我准备了。哎，又是这个图，咱能不能不上来被杀了？咱们已经连着三把被杀了，刚才那个太傻逼。那咱只能去桌去铺了。三仓，三仓，他可能变成一个复读机了。人类的本质，三仓，三仓。你得说三遍，三点半。说到一说到复读机，两个尿两开花吗？哎，冯鹏这回怎么出来的？自己就从循环里出来了。
肯定有什么东西打断了他的路，打断了施法是吗？出了个 bug， 就去拉屎，拉着拉着，然后哎，马桶盖儿拉不下去了。不是拉了个大卷，溅起来一波水，溅到屁股上了，屁股湿了，就打断了这个正常的这个路。为什么屁股湿了会打断？这平常屁股不湿。就贼喜欢他的。一二三四，一对一对，补补他直接补死，补死了。耶，没被 solo， 谁？那个呢？萨拉米。我操 ，glass。What the fuck？ 操我干啥？为什么要操 glass？ glass 就是啊，软啊，特别黏糊是吧？特别黏人儿啊，特别黏人啊！你为什么特别短呀、啊？就拿大拇指跟食指一掐，然后就拉出一条丝儿来那种，是吧？哇，操 glass！ 是不是？是不是那种？就你这么，你这么说，你的老父亲真的好。glass， 你算什么？哎呀，玉龙啊，你这天天说你爸逆子呀，所以是天天以下犯上。你就是那种不是所有的虫子都能变成蝴蝶，因为有的是他你都要去。Exactly， 就一个人都没。那冯云鹏就是那四个仓库的。我操！我操！我操！我是那三个。Exactly。我是刚才就发出了这样的声音，像猫一样，像那个咕噜一样。My precious, my friend, Harry Potter。哦，有人摩托车来了。我刚才挂在那围墙上。啊啊啊！你看，说死就死。哎呦，我的那个有一个土坡，我一飞起来，然后前面突然出现了，快去救他呀！我去救他，我去救他，我去救他，我的车救不了了，救得了，但什么位置？救得了！哇操，这不救你，我不就不活了？还有个摩托跟那儿拉，哎呦呦呦呦呦！我的摩托车也翻了，太你妈吓人了！不知道摩托什么意思，我还能来得及救你？你来得及，来得及，我这看着呢。啊！发了，凉凉凉了。啊！我也翻了，冯云鹏不要死啊！冯一鹏没了，没了，挂了。来不及了，哎呀，那你只能含泪舔包了呀。摩托我刚才也是这摩托拉个烟，然后就过像这样的坡，然后前面有个草垛就翻了。哦，哈哈哈哈哈哈！啊，李金斗怎么先死了？他来了一对穿貂的人，长得跟你一模一样。李金斗还看群里发的，哎，哎呀，格拉斯夫尼斯，这边也有人，全是人，哎。完全录下来。哎，你跟他，要是摁个 F， 然后跳下来给他打死。钢的那个地儿在哪儿？我们跳那儿啊。都是钢。逼寒啊。是吗？逼寒啊。那个陶瓷罐吗？逼寒啊。那走啊，逼寒啊。我操，那块感觉要穷成马。那是决赛圈啊，直接先在那儿。逼寒，我操。逼寒那就还不够一个人搜的都。嗯，边上有什么打野吧，正方形打野，逼寒正方形打野。那我需要逼寒的歌。
来个四边形打野。那我来这儿。我操，这是要放一首大司马的《正方形的圆》。我们能有机会吗？没有什么机会啊！我们感觉有一人跟我一地儿飞一个地方，这人还跟我平行呢。那也是要去逼韩的呗。你看，逼韩就是一个那样的地儿。并不是一个可操作的地方，我感觉逼寒就没心斗里那边好像有人，到那些柱子里面、啊、那些钢呢就可以绕的。我这有人，他跟我跳马路对过儿。我操，李金斗你那有四个人啊？李金斗你死了，你前面有四个人 ，really？ 有些人活着，他但他已经死了。一涵是一个妈的，李金头，你一路保重啊！我总感觉一涵是你们一个跳大神的这种地方，跳大神的地方。李金头，你是不是凉了？有人活着，但他已经死了。我去救李金头，快来救他！过来干，过来干！先开几枪忽悠一下他们。领导不要死，我把他们压制出去了，往外面这儿靠。操，没子弹了。他们不知道你没子弹，他们不知道你没子弹。不要慌，我还好，我打倒了一个。啊、哦，我看见了。那车后头有一个，你别跟车的那人打啊、哦！你给人杀了。哎，有人朝我扔火啊、哦！快跑！打倒一个，打倒一个。右边有人，右边有人，房子右边。你可以从门出来了，门出。你从后头出来。出来，出来。哎，别，就右边有人啊。他应该进你房子里了，感觉。没有，他在那边那个门下面。倒了，倒了。梁雨熙死了，全死 ，nice， 把他灭了。梁雨熙不行啊，梁雨熙，我连头盔都没有，就来保障你。我操！哦，你看有这个，哎呀，李，感觉李金斗有点厉害了。妈，李金斗，你就跟你妈陈大雷一样的，然后我就是一分区的，然后就过来帮你把他们都干了。我们就 assume 李金斗就来完成了一波杀了。李金斗，他去回去逼韩接着搜去。李金斗还可以，没有辜负你们。李金斗关键时刻就那波从那个屋子里出来贼酷，我操！就感觉拯救大兵瑞恩，大兵瑞恩就活着出来了。谢。来，绕那个坐着打呀，坐着开车。哎，操！怎么让他当司机了？是不是特别慌？哎，那个钩是不是速度够快就能飞过去？你可以试试。别的，记得它那有个坎儿啊。这个树是能撞的。知道。但是有的时候你分辨不了。你知道啊？啊，这怎么就能撞？你他妈知道啊？你他妈他妈知道？知道，我操！开这个头。你他妈就知道啊！你能撞的意思就可以，那么撞一撞是他们意思是有碰撞体积，我操，还要撞两次，他们一人两瓶可乐，我操，就没了。我的15个绷带就用下去，哎，费一盆。老年路略来呀，老年路略来。你是不是摁着地图就从来不看车往哪个方向开的？我看呀。就是我开车的原则就是前和 shift 永远不能松，
想开车的原则就是想办法躲开中间的东西。你就是想办法把车开翻了，怎么翻怎么来。我们怎么了？哎呀，你们刚才、哎、这车要炸了，朋友，咱们就鹅城吧。他妈过鹅城被打炸了，别开车进鹅城了，要被打炸了，四个人去，一会儿摔炸了，我操！我操！我操我他妈的！快绕一下！别撞这些东西，我操！这个啊，炸了！哎呀！哎。